当70个人从各地欢欢喜喜地回到耶稣身边，因为通过他的名让他们得上能力，鬼都服了他们。正在当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开口赞美父神。之后有个律法师就起来试炼耶稣。父子，怎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律法上是怎么写的？律法写着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一生，其实就是爱你己。你回答是，你这样去行，你就必得永生。我是犹太人，我呢最近几年赚了很多钱，我现在要拿着我的本钱去耶利哥白手起家了，哈哈哈，我可要挣不少钱回来。哎，拿着钱，老大，这好像是有钱人，的确挺有来头的，走。对，此路是我们开，此树是我们栽，交出马路钱。不要，强盗！跑得挺快的啊。哎呀，强盗！拿出钱来！大爷们，饶了我吧！快点拿出钱来！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家还有80个人等我喂奶。快拿出来！别瞎编废话！我就这一点点钱了，求你们饶了我吧！就这点钱，你跟我塞牙缝！就这一点啊！少跑！救命啊！啊！让开！
哦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你还好吧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来，我帮你擦。我用酒和油帮你擦你的伤口。敬心、敬性、敬力、敬意，爱主我们的神呢？